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讲的东西叫 plus 当中叫做请求钩子。这个请求钩子的话，在给大家的这个课件里面应该也是有相对的内容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钩子代表什么意思呢？钩子在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都见过的？就是你把什么东西可以挂到一个钩子上，它就给你挂住了吧。在这里面这个钩子代表什么东西呢？这个钩子就代表是说别人给你预留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当别人去做了某件事情的时候呢，如果你把一件东西拴到那个钩子上，它会连带着帮你去执行一下，这就是钩子的概念。这钩子这个概念在整个程序开发的时候呢，在这个计算机领域是通常会见到的，你通常都能够见到给你留了各种各样的钩子。这钩子的话在英文里面我们把它也叫做 hook， 所以你一看到这个 hook 的概念代表的就是钩子的意思。这个钩子你一看呢，看到的你一旦看到这个概念，你就应该知道说这是别人给我留的一个站位的地方，我可以往这个钩子上面去添加代码，然后呢他去执行某些行为的时候呢，连带的能够帮助我把我给他补充的那段代码也去执行下，这就是钩子的东西。那这个钩子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先有这样的概念，然后咱们来去说一下。你比如说在 FLAS 当中他给我们留出来哪些能够允许我们进行自定义的行为呢？比如说当 FLAS 在接收到程序一开起来之后，当他接收到所有请求当中的第一个请求的时候呢，在处理这个请求之前，他可以给我们预留了一个位置，然后呢让我们去补充一段逻辑，就相当于他在处理第一个请求之前呢，可以先去执行一下我们给他补充的段代码。那我们给他补充代码怎么跟这种事件行为绑定到一起？究竟说我们这个代码怎么告诉 Flask 说你在去处理第一个请求之前先帮我执行那段代码呢？就是通过钩子来完成的。那这个钩子大家现在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吗？大概是明白什么意思吧？对，跟你的中间件是很类似的，只不过在 Flask 当中不叫做中间件，而是叫做这个钩子。然后接下来再来去看一眼，我们看一下在 Flask 当中给我们留了哪些钩子呢？第一个钩子就是说 before first request， 在处理所有请求之前先去执行一下你所定义的那段逻辑。然后呢还有 before request， 在每次请求之前呢都去处理你所定义的那个函数。还有当它执行完一段的试图函数处理之后呢，如果你还想去补充一段收尾操作，那你可以再挂一个钩子叫做 after request， 它执行完试图函数之后呢还能帮助你执行一段逻辑。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个 tear down request。 tear down 呢这个单词呢你一旦看到就是代表接近尾声的意思，那这个 tear down 跟这个 after 都是代表试图函数处理完成之后它会帮助你执行的。那这两个区别在于哪呢？这两个区别就在于 after request 呢它执行的前提就是说，如果在处理试图函数的时候呢，试图函数当中没有那些个还没有处理的异常，就相当于它把所有的异常全部解决完成，你的试图函数是正常退出的话，那好了 after request 它能够帮助你执行。但是如果你的试图函数一旦是非正常退出、非正常死亡，你通过了一个异常的方式导致你试图函数没有办法执行的，那好了 after request 呢它就不会帮助你执行了。但是这个 tear down request 呢，它无论你的试图函数当中有没有发生异常，它通通的全部都会帮助你去执行，所以这是它们的两个区别。然后呢，这些钩子的话，它不去区分到底是哪个试图函数执行，而是说通通的所有试图函数，它都会去触发这些行为。所以在这一点上，就跟张构里面的中间件是很类似的。在 Flask 当中没有提供中间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提供的是通过钩子的方式来进行完成的。大家在去中间件里面时候的话，你们去写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去定义的是一个类的方式来去定义的，然后呢再去注册给张构里面呀？但是在这里面的话，它是通过什么方式呢？它是通过钩子的方式来进行注册。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这个钩子，我们把它叫做 hook。hook 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钩子这样的概念。然后呢紧接下来我们来看哪个东西呢？咱们在这里面来去定一个相对应的试图函数 app 点，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去定一个主路径还是 index， 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去定义相对应的 index 函数，放到这里面之后的话，咱们在这里面比如说什么也没做，然后呢直接去返回一下 index， 然后呢 page，然后呢咱们在返回配置之前呢，咱们去打印一下这是 index 被去执行了， index 被执行。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我们把这东西是写完成之后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呢想去定一些钩子的话，怎么去定义呢？这些钩子完全都是以函数的方式来进行定义。你比如说我现在呢就定一个叫做专门去处理第一次请求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么把它以函数的方式来进行定义，然后呢名字也是由我自己来去起的。比如说我把它就叫做 handle 处理第一次请求 first 处理，比如说 before 在第一次请求 request 处理之前我定义了这么一段逻辑，这是在第一次请求处理之前先被执行。放到这儿之后的话，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一个相对应的预处理操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呢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咱们就直接给它去打印一下这个场景的使用的话，你在这个 Django 里面用中间层怎么去操作，你在这里钩子就是怎么去操作的。所以呢这一点我们就不再去细说了，咱们让大家去看一眼相对应的这钩子怎么去用就可以。比如说这个代表是说这个 handle， 然后把这个名字拿过来，是这个函数被去执行了。然后这函数一旦定义出来之后的话，你怎么挂到那个钩子上面呢？就是通过装饰器的方式，通过装饰器里面的 APP 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before first request，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把你的函数挂到了那个钩子上面来了。所以我们才去说把这个东西呢在 Flask 当中把它叫做钩子，就在于这点，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把这个函数挂到这钩子上。那相对应的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函数了，你比如说还有对应于每次处理都每次函视图函数都处理的时候呢都会去执行的，那应该是 before request， 这个函数名字是我自己去写的，我只是让大家去看一下更清楚一点，就相当于是说在每次请求之前都被执行。咱们把这东西呢也去打印一下相对应的信息，比如说把这函数名拿过来，拿过来之后的话，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去写一下被执行，放到这儿。那这个函数定义出来之后我也要给它挂到钩子上，怎么去挂呢？也是通过 APP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里面的 before request， 通过这样的东西给它装上。那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两个，我们把它都拿过来。那个东西呢还有一个叫做 after request， 然后呢这里面是 after request， 在每次请求之后都被去执行，然后呢这是 handle fast， 然后呢再来去看一眼，还有一个 teardown request， 在每这是我们把这个地方再写详一点，每次请求处理之后都被去执行，前提是视图函数没有出现异常，视图函数没有出现异常。而底下的这个东西的话是无论视图函数是否出现异常都被执行。是否出现异常都被执行。放到这儿。然后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它的一个具体的调用顺序。咱们让程序来去启动一下。现在呢我相当于去挂了四个钩子的函数还有一个视图函数。紧接下来呢我们让程序去访问一下。然后呢咱们让程序直接去执行。让程序直接执行之后的话，然后呢我回过来之后呢咱们来去访问一下主页的东西。访问这主页的时候呢我把这些东西全去掉之后呢咱们来去敲一下。敲一下之后的话，这里面刚才我们再去写的时候呢，这后两个函数落了眼，落了什么东西呢？后两个函数因为我们说了它是在请求之后吧，每次请求之后都被执行，这个请求指的实际上就是视图函数的意思。视图函数处理之后
视图函数处理之后的话，那你说每个视图函数只要执行完成之后，那视图函数的这个返回值，它实际上不就作为最终的返回值要返回给前端呀？那既然你视图函数都已经执行完了，视图函数执行完了之后还要去执行这两个钩子，那这个两个钩子的话就可以对最后的这个视图函数所去决定的返回值做进一步的处理了。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后两个函数的话，刚才还少写东西了，少写东西什么呢？少写什么东西呢？我们需要这两个钩子必须要接收参数，接收什么参数呢？要接收一个响应的对象 response，这个参数名是我们来去写的。那你这个参数当中接收过来之后的话，你想这个 response 是哪来的呢？是 plus 再去执行完这个视图函数之后，把这个视图函数的返回值打包成一个响应对象，然后呢去传给你的钩子函数当中来，作为它的参数传进来了。传进来之后，那我在这里面想对 response 做什么操作都可以。那操作完成之后的话，还要去注意必须要有一个返回值。你的这个返回值的话，就最终决定了前端当中到底收到的那个具体的值了。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所以这个后两个钩子的话，跟前两个钩子还不太一样。后两个钩子呢，必须要去接收参数，还要有返回值。那我们让程序来去重新的运行一下。程序重新运行一下之后呢，回过头来，我重新去请求一下。请求一下之后，回头来看一下我在后端打出来的那个顺序。首先是 handle before first request 吧，第一次被执行了。然后呢，再谁执行呢？是那个钩子 handle before request 被执行。紧接来是不是视图函数被执行了？视图函数被执行之后的话，然后呢就是 after request 去执行。然后只有 after request 执行完了之后，才会去执行 teardown 的 request。所以就相当于是说，那你这个 response 是怎么在这个视图函数跟这三个之间来传的呢？是当你视图函数在这个地方被执行完成之后，好了，视图函数有一个返回值，那这个返回值被 plus 当中的参数给你传到这个 after request， 传到这之后的话，你这个钩子处理完成之后是不是也有个返回值啊？这个返回值再作为下一次调用 tear down 这个钩子作为它的传入，再传给它，它再做进一步处理，然后呢它处理的结果再往回返。所以你现在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是 index 视图函数去执行，然后呢是 after request 去执行，然后呢还是 teardown request 去执行，是在这样的方式，是它所对应的返回值传给了它，它的返回值再传给它，它的返回值最终传给了前端。那你现在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在让你做的时候，我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做呀？就是接受什么东西就往回返吧。所以就是视图函数当中所对应出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眼，当我再来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的时候，这已经代表是 Flask 所去接收的第二次请求了吧，对吧？第二次请求的时候，你现在再来看一下那个 before first request 还有被执行吗？没有了吧，就是 before request 执行，然后呢 index 执行，然后呢还有 after request 跟 teardown 去执行了吧。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点。紧接下来我们还说了，你刚才的这个 after 跟 tear down 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视图函数当中有没有发生异常吧。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我专门就让这个视图函数去造出了一个异常，还是我们说的那个异常，比如说就是让它一除以零，这里面是不是肯定会去执行出现异常啊？所以我们让程序重新启动一下，重新启动一下之后，回过头来我们让程序去刷新一下，刷新一下之后呢，咱们来去看一眼已经出现异常，已经出现异常的话，我们往上面走。往上面走的时候呢，接下来你去看一眼，这是第一次请求被执行，然后呢 request 被执行，然后呢 index 执行吧。index 执行完成之后，那相当于这句打印完了。打印完之后，视图函数当中再去执行到这段代码的时候，出现异常吧。出现异常，刚才我们说了 ，after request 肯定不会被执行了，所以你往下找是不是找不到那东西了？但是按照我们正常来说 ，tear down 是不是应该去执行啊？但是你发现 tear down 是没执行啊？原因在于哪？原因就在于 debug 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什么时候起作用呢？就是它得运行在正常模式，你在你的这个调试模式的话它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呢这点是需要清楚知道的。我们把 debug 模式给它去掉之后，再让程序重新启动，再让程序重新启动之后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里面已经启动啊，再让程序刷新一下，刷新一下之后呢，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去看一眼，是不是相当于在这个地方 first 先去执行，然后 before request 再是视图函数吧。视图函数执行完了之后，这里面出现了一墙，因为我已经把 debug 模式关掉了，所以它对于前端来说只会抛出500后端服务器出现的错误。然后呢你现在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tear down 被执行了，但是 after request 没执行吧。所以这个 tear down 的在这个地方执行的地方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工作在不是调试模式下，叫做生产模式。
工作在非调试模式时，或者就是 debug 必须等于 false 的时候才可以。这是关于这点我们需要知道的内容。